宾感觉是什么？啊，感觉怎么样？哦，我觉得很好玩啊。你觉得张一山跳的怎么样？啊，其实我彩排的时候我看他跳，对，然后他就是有一些那个动作，就我觉得，而且我觉得他穿这种复古的，对不起，穿这种复古的衣服好适合他、哦，因为我有看李小龙嘛，他有演，他里面也有跳这种复古的舞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。那你最后的那首歌，然后好像有点……哦，对，因为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耳返就是我听不到我的唱歌，我只听到音乐嘛、嗯，所以后来就想说看会不会更好，就再来一次。就不知道看导演挑吧。那你出来的时候还一直在唱，是不是没有唱过瘾啊？你说我出来的时候，对、啊，你想唱刘亦菲哦、啊。我出来的时候，我忘了，因为我刚才很慌，我现在一片空白。哎，看到这些明星在台上跳舞，有没有想过自己也来参加舞林大会跳舞？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啊，但是我不会跳舞哎。所以可能就是要练习吧。我怕如果我跳舞的话，收视率会太高，因为太好笑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